台中市东区一间购物中心，伫疫情过后，为着要迎接母亲节来到，而且佫配合现在普遍现金的时机，是推出真侪好康，要来回馈予心爱母亲，感谢因对着家庭的辛苦付出。伫疫情过后，迎接一年一度的母亲节来到，伫台中市东区一间商场，将普遍现金变作联合多种优惠升级亮码数商品的活动，搁再加满额及新赏回馈予心爱的母亲。为我们的妈妈，一个神级疗码数的一个促销活动，那准备非常丰富的产品哦，因为我们现在馆内大概有四百多个品牌哦，那产品比往年应该更每年都在优化，应该是说越来越进步。那今年的优惠呢是6000送900，这是在预购跟首期的时候，哦，这是送出的优惠，那也配合我们政府6000元的一个补发哦，补发现金，那能够希望带给我们的妈妈最好的一个礼物。另外，这次母亲节也推出大家电以及家居消费上的活动，在5月15日以前举办星星极乐趣，让母亲有开点数的机会。口罩令拿开之后，就是解除之后啊，我想面部的保养哦，跟面部的一个化妆。彩妆哦，这是我想是一个最主要的哦，有在口红，我想口红这段时间应该销售量有受到影响。那今年开始，我相信会慢慢恢复过来。这次母亲节的活动，欢迎全家伙啊陪妈妈欢喜坐商场以外，有轻松兑换两杯送，让妈妈有无同款的价值。记者陈嘉欣，东区采访报道。